云雾蒸腾，飞瀑流溪。这里有古木参天，藤缠漫绕，珍禽异兽。这里有每立方厘米富含80000个富氧离子的空气。这里有大自然赐予所有地球生物最为宝贵的资源。这里就是中国海南岛尖峰岭热带雨林。尖峰岭热带雨林坐落在中国海南岛的西南端，坐标介于北纬18度、东经108度至109度之间，占地面积1600公顷。受海陆地形的交替影响，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，旱季雨季分明，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。这里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18座，尖峰岭主峰海拔1412米，最低处海拔仅200米，相对高差1000米以上，地形十分复杂。在植被覆盖率高达96%的尖峰岭森林中，几乎浓缩了世界热带雨林地区所有的植被类型。海南岛原与内陆相连，几千万年前的地壳运动使这片岛屿与大陆分离开来，从此海南岛与大海朝夕相伴。这片热带雨林与栖息在岛屿上的各种生物组成了独特的自然王国。在这片神秘的大森林里，生长繁衍着海南75%的植物和85%的野生动物。在这片绿色的王国里，生长着与恐龙同时代的梭罗，这一植物界的活化石历经2亿年依然屹立不倒，是现存唯一的木本蕨类植物。莲生、角沙、板根、老茎生花、空中花园等植物界的奇特景象在这里随处可见。尖峰岭热带雨林是中国纬度最低、面积最大、垂直系统最完整、保护效果最完好的热带雨林。尖峰岭热带雨林每公顷植物种数达250种以上，其植被的完整性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可与亚马逊河、刚果河及东南亚热带雨林媲美，被称为热带北原的生物物种基因库。